哇，万圣节迷宫，你不害怕吗，弗兰克？嗯，你看起来有点害怕。那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是个玩笑。看那儿，当然这一切都得有一个清楚的解释。那也是，你看，弗兰克，这都是万圣节的恶作剧。我们知道这是个玩笑了，他是怎么去那里的？幽灵，没错，是幽灵。伙计们，弗兰克需要你们的帮助。玉米地里有个幽灵，他把他困在里面了。有人愿意去迷宫里找他吗？很好，罗伯，感谢你自愿来。小心，祝你好运。嗯，看来幽灵已经走了。不，他还在这儿。幽灵来了。啊，不，看那里，那边。哇，我希望我们已经甩掉他了。啊，不，我们还没有甩掉。小心，罗伯。哇，好险呀。罗伯，看前面，是弗兰克。冷静，弗兰克。伙计们，看上面，小心。你们这样是什么都做不了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体。弗兰克，你想和罗伯合体吗？小心，罗伯弗兰克。希望水能起到一些作用。看来他不喜欢水。不要让幽灵跑了，不然他会去伤害其他人的。哇，好主意，罗伯弗兰克。在那儿，幽灵。用水枪，他去哪里了？小心，幽灵在你身后。你做到了。大家都没事了。幽灵再也不会打扰我们了。那是什么声音？多么可怕的万圣节呀！保持环境清洁很重要。你们要帮盖里清理垃圾吗？你想帮助保持城市的清洁吗？太棒了，螺旋桨直升机可以更快地清理垃圾。他在做什么？啊，不，他把垃圾扔回到地上了。伙计们，
看你们后面。是时候让罗伯出场了。盖里，小心！去抓住他，罗伯！啊，不，小心！他就在你上面。罗伯，你头上有个香蕉皮。啊，不，他逃走了。杰瑞，小心！罗伯，帮帮他！伍尔特，当心！罗伯，用你的 X 射线找奇创。你找到他了，你逃不掉的，奇创。你要用垃圾袋打架吗？罗伯，小心，你需要合体，你会和谁合体？哇，你有盖瑞的吸尘器，恶心炸弹，还有臭臭烟雾。罗伯，看你上面。好招，罗伯。讨厌，这些恶心炸弹真的很难闻。臭臭烟雾怎么样？做得好，罗伯。啊，城市干净了，空气也新鲜了。杰瑞，你头上有西红柿污渍。好吃的冰淇淋，有人要吃吗？换个不同的有吸引力的事情怎么样？一次一辆车，奇创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，不，一只恐龙机器人！宝宝们，快躲起来！洛奇宝宝，小心！罗德奥、布斯特，奇创在街上放了一只恐龙。伙计们，该合体了。
啊，不，他在控制恐龙。罗伯，小心！你想把恐龙拉住吗？哎呦，你还好吗？恐龙把周围搞得一团糟。玛丽，小心！哇，好险呀！贝瑞、艾尔莎，小心！凯莉，小心！奇创在那里。好身手，罗伯。去拿遥控器，罗伯。啊，不，他有一块磁铁。罗伯，你需要合体了，会是谁呢？嘿嘿，哈哈，糖果枪、盾牌，还有凯莉的糖果胶机，真贴心。嗯，哇，好险！罗伯，用盾牌。好身手，罗伯。现在拿遥控器。嘿嘿，好吃！让我们看看谁能先找到章鱼。罗伯，这样可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。